六十。好啦，理论上第二个彩该来了，各位，我们来讨论一下剧本吧。大家好，我是大丸。今天我们这个赛马娘日版出大事了，没有想到在这个二月底公布了我们这个新宇宙这位赛马娘的这个人设之后，竟然在四月中左右就推出了这只本马在赛马娘的游戏之中了。我这个人很简单，只要婆他妈就是抽烂。今天的盘 OK， 哎、欸，买特别中的有24%是怎样？100抽到超特别中的是很难的。好，出发了，出发。谢谢大家。哎、欸，今天搞不好没有出精华，我觉得十抽毕业，今天就没。机会吗？新宇宙，这真的很可爱。哎，这只有蛮多的梗，这些土都很可爱。这边给你们看一个，它会这样跳，它会这样跳，很疗愈。这是一个梗，因为它的骑士胜利的时候都会这样，是一个老外，你要血压才会抽到、哦。新宇宙真的要出货了吧？我都学习我们新宇宙了。大王，我相信三十弦加成这么聪明的马，一定知道如何选择托雷纳上去。可能是有的。那你知道吗？他就算三十弦也无法阻挡我选择他，大不了200。我得告诉你，是我选择可爱的马娘，马娘是不能拒绝的。事实上，哎、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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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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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今天的节奏很好。嗯。有这个。阿公现在要这样走，现在要这样走，阿公飞得不够高，是这回事吗？确实啊，他也飞起来了。不是啊，我要真正的飞向宇宙啊！阿公是从宇宙太胖掉下来了，没事，不要紧张。赛马娘本来就是一款非常容易抽歪的游戏。请问新宇宙是猎人吗？师傅是绝知绝啦，我靠，跳高猎人，不行，跳不动了。我要等确定出彩我再跳，不然我跳不动了。哦，来了吗 ？Nope， 咕噜西普都能搞到。嗯，60，好啦。理论上第二个彩该来了，各位，我们来讨论一下剧本吧。好，我感受到电波了。我刚感受到了新宇宙跟我说下次抽会出货，他刚跟我讲了来了新宇。目前感觉怪怪的，好像有人在搞。我知道了，这个时候我得请另外一位宇宙来的强者。嗯，来自宇宙的意念，火盘的固有你们忘了吗？火盘的固有就是帮我飞到宇宙去把新宇宙给抓回来，有机会吧？有机会吧？哎，这回发了，不能让粉红帮那么嚣张吧？这里把粉红帮送下去吧，我需要你，请你来我家。哎，这次是不是有毒区？这次是不是有跑一下？完蛋，不会100就一只吧？可恶，好怪啊！马娘这么坑，兄弟你第一天知道啊？不会啊，筹码不会坑啦，马大不了200嘛，对不对？不，可恶，只有一只阿公啊！再开一次盘，太行了吧？好啊，来啊！好了，各位，这边中间来，跟大家讲个小消息。不管是图奇还是 YT 的朋友，大家如果对《赛马娘》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进我们的这个 LINE 群，不管有无订阅，都可以加入。你也可以拉你的朋友一起进来讨论《赛马娘》这款游戏。有兴趣的都可以直接拿起你的手机或平板右上角 QR code 扫起来，来加入这个大王的《赛马娘》讨论区，是色图讨论区啦。至少来个彩吧。没有踩很不过瘾呢，看来还是得拿出我的王牌了。来，得呼唤新宇宙赛马娘，就得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是特，那我才关掉。难道只能找另外一个宇宙魔王了吗？我认识另外一个宇宙魔王啊，战斗力很高啊。宇宙帝王已经完全复活了。不是啊，这个配色很像特别周。宇宙帝王可不可以转一些啊？快点转啦，炒热一下气氛啦。我都没有彩色，快死了哎、欸！没有想到佛利萨这么没料，连我的新宇宙都请不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没抽到吗？因为他还没变超级佛利萨，金宇宙的颜色来了，烂死了，没有。哦，为什么都没有啊？今天好臭哦！有人要保底楼七七，他妈的屁哥，操你的六百，他妈都没有欠你，你又没 cos 大王怎么出？那我叫我的好兄弟 cos 可以了吧 ？Wins 帮一下，你这个新宇宙的霸主，可以帮我呼唤一下？拜托你，佛利萨大王，新宇宙他一个人在宇宙孤孤单单，没有人能去拯救他。这个时候只能麻烦你了。可恶，还有谁可以去宇宙把新宇宙给抓回来了？老哥加油，你行吗？看到你就生气，石头毕业六百。我看到一个截图蛮帅的。哎，这个佛利萨我不要了。哦，这个好帅哦。我佛利萨回来了。这个是最终形态吧？感觉得这个吧。哎 ，Love， 我觉得有机会转。这里要，哦哟，啊哈，来喽，我。回来了，漂亮的金毛，懒懒的样子，还有这个很短的这一件这个外套哦，好不好？我也不知道那个，反正很短的外套看得到那个腿的。来吧，新宇，多得死，多得死来了，好可爱的，有一趴了，我该开心吗？讲好像我刚很爽一样，可爱的新宇宙最后一个十连，各位来制造奇迹的最后一个十连，好像有卡一下，好像有机会转，有机会，拜托我转一下吧，好像有点抖，可以转一下吗？今天不能这么难过的吧？今天不可能两百只有阿公跟怒涛吧？不是三趴吗？赛马娘是三趴没错吧？这就是五星大头的夜战吗？我愿意把五只圣诞大头换五只新宇宙。大家不要紧张，赛马娘要有个非常幼稚的系统交换，新宇宙强势登场，耶、yeah ！Two one， 他讲话慢悠悠的，很可爱。好可爱啊！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腿？这只真的好可爱。好，开练。